说没两句就要挂了，在家我又不敢打给他，怕我妈知道又给他带麻烦。知道了吗？那种心情让我经常失眠到天黑。不过我就是把这种心情写成一篇小说的，真的写来一点都不费力哦。意思就是，傻瓜，说什么对不起，走了。我能明白云子的心情，他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小明老师的，那种不能在一起的痛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感受到了。哦，你这不要脸的女人，干老师，不要过来啊！你再搞就报警，报警！别在外面胡搞瞎搞的事，明天要上班还跟我说报警，敢说我现在打死你！啊！为什么妈妈说我在这个家里？为什么？打败你吗？距离会破坏你跟我的感情吗？我可以等，因为我爱你，你不行吗？我好想你啊，老师。你们受伤？你们怎么样？头不戴眼镜，白痴啊！谁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打算去你家，你管家跟我说你家出走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林子。这一